本次活动就到这边结束，请演出人员上台向观众致意。让我们首先欢迎舞蹈家中国古典舞的舞蹈家刘云熙老师，欢迎。 圆满成功的感恩音乐会，在这边我们也要感谢现场提供我们这个优质场地的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合照时间，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与大家一起拍个团圆照。那我们请摄影师到台前，那台下的观众帮我们往中间靠拢，这样可以吗？可以。 一二三，赞！中秋感恩音乐会赞不赞？赞！好了，接下来呢，主持人会喊支持台湾古典艺术基础教育联赞，让我们大家帮我们也喊一个赞，好不好？来，好，主持人要开始喽，支持台湾古典艺术基础教育联赞。 接下来呢，主持人会说中秋感恩音乐会，大家帮我们一起喊圆满成功！中秋感恩音乐会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棒哦！那等一下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来到现场，所以各位贵宾如果想要与演出人员、音乐家、舞蹈家以及我们的。 策展人、彭会长一起合影的话，欢迎到台上来，我们一起在这一个感恩音乐会的看板做一个大合照。感恩音乐会，我到现在，谢谢。我也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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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心，脸颊爱心，这个最可爱的脸颊爱心，来，大家帮我们看向摄影师哦。来，一、二、三，请露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好，好，一起，人多高飞点。好，来，再一次哦，同事中期赞。这边推一点会拍到。好好 ，OK， 谢谢。好，中区福伦社赞。好，中区福伦社敬礼。好，这边是老师吗？好，赞。好，还有人要进来的吗？还有要进来的吗？一起来，再来，没关系。支持古典艺术教育，赞。好 ，OK， 谢谢，好，谢谢。我有，中秋感恩音乐会，赞。OK。碎，来，等一下，好，支持古典艺术教育，赞，谢谢。
好，谢谢。OK， 再一张哦，三二一哦，都是美女啦。好。好。谢谢你们。好，我稍等一下哦。好 ，OK， 三二一，那只舍一张哈，来三二一 ，OK， 好，好，谢谢。哦，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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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